11月7日，纪晓彬被曝隐婚，与妻子的亲密照曝光，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画面中，纪晓彬妻子肚子鼓鼓的，看起来已经怀孕5-6个月了。女方素颜出镜，但是长相清秀，和纪晓彬很配。她还不停地给纪晓彬拍照，纪晓彬也很配合，笑容温柔。两人还有甜蜜的拥抱和接吻，感情很好。不过，纪晓彬也有不太合适的地方，他在妻子面前抽烟，还在禁烟区吸烟。媒体提醒他以后要注意一点，不要对妻子不好。纪晓彬的隐婚生子仪式，网友都表示祝福，觉得他不是爱豆，结婚生子很正常。有人还透露，纪晓彬和杨幂、金超是同学，他们都已经有了家庭，纪晓彬也不落后。纪晓彬是2010年出道的演员，身高1.80米，颜值高，演技好。他曾经在《封神英雄榜》中扮演博弈考，还曾出演《你是我的荣耀》，获得了不少粉丝。但是纪晓彬一直没有火起来。随后，纪晓彬发文回应：“个人生活无意打扰大家，妻子是圈外人，希望不要打扰他。也许他更在乎自己的家庭生活。”最后，也祝他永远幸福吧。